也不是耶，就是要求会变得比较严格一点，因为我的记录霸王打的还很不错，一直到猫头鹰之前都不错。所以我想要尽量减少掉那种不是变速才失去掉时间的那种事。很难啊。对啊，这个记录八王要省时间会比较难一点，就是我我想一下，海象那一关，海象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可以省，然后如果都没失误的话可以三秒，然后孔雀应该是注定要掉个三秒，因为如果没有像我记录的运气那么好的话，注定掉个三秒，所以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然后轰鱼的话，如果运气够好，可以再省个两三秒。然后猫头鹰就八秒嘛，然后狮子五秒，对啊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啊，其他都不能有失误，几乎都不能有失误。所以打完八王，我觉得理想上应该是要快个五六秒以上，干真的很水小欸，因为火球一直往那边砸过来。这个打得很烂。What languages do you know? Chinese, English, Japanese. But English and Japanese, I just know a little bit. Not so good.
湾历史，这是台湾人，不是语言啊。台语算是方言，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正式的英文单字，你可能要查一下。台湾历史不代表台语。Hey, Luna, hello, Luna, Luna, Maria, hello, 晚上好。
没意外的话会掉个三秒。像这种比较普通的运气，没有特别好也特别坏的时候。有，我变掉了。我刚他刚打过来的时候，我刚好在龙顶，所以有时间变。我变掉了。嘛，只要过了孔雀关，时间不要拉太长，其实不吧，应该说要过蘑菇关，因为蘑菇关也很重要。虽然它没什么变数，但是体术成分很重要，很吃体术的一关。难。嘿，四哥，一个笑脸，怎么了吗？发生什么好事情了吗？哎，靠呀！一个讲话忘记按掉过场动画，天哪！
Hey, 叔叔 ，Hello, Welcome. 3S, Hello, 晚上好。因为刚刚破纪录了，哈哈，稍早前破纪录了，破快了，快了五秒，跑得很好，但是运气很差，有些地方像将军就闹得很厉害。Hey, hello, 晚上好。对啊，才快五秒，被将军弄了才快五秒。因为很多，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一趟应该39分出头有机会，只是猫头鹰跟狮子还有那个将军弄得太厉害了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'm talking about Chinese.没有没有，那个是我本来就应该会的东西，只是那个东西太吃运气了。运气占绝大多数，虽然刀工也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运气占大多数。我的记录是勉强一次砍死他，因为好像被他喷了两次了。哇，又刚就是刚好伤害有到，血量磨血有磨到了，所以就算被他喷到，其实也还好。
第十次的火龙血多少？每一只玩的血都有48滴，每一只48滴血。所以，像你要回天砍火龙跟砍狮子，你就是要砍48刀，48刀。I can read and speak some basic English. But not good.刚刚那个画面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突然全白？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好慌哦！刚刚画面全白，然后我还有好急好急。这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？干，他人在哪里？操！我人在哪里？X 4如果要 TA 结论的话，难就是难在那48刀，对吧、啊？回天，因为回天伤害只有一而已，不像其他伤害有二，然后网的血量也比较少。Stay with me, brother.自己用火龙特务打孔雀的时机，怎么可能？有好像有5D 吧，还是4D？我记得应该是4D， 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对，4D。呀，那帮不是，那帮不是收错。My fate is sealed. I have no choice.
没有，杰洛的伤害公式其实还蛮复杂的，对、啊，因为他没有很明显的武器相克。Is this PlayStation? This game also has PlayStation and the PS2 version and the GameCube version.是打将军都会吓到一堆人。怎么打谎却没有普砍呢？因为普砍伤害比较高，空原斩伤害只有2而已。对，因为没效率，伤害不高，那个时间，如果时间追不太到，所以用。
Oh my god! Tremble with terror, you are finished! Yeah!